你不到家，您送能儿，是从今天晚上8点起，在台北市南京东路中华体育文化活动中心布道。在布道中，他说明了大陆沦陷以后，他一家人被共匪迫害的经过，也描述了共匪压迫大陆同胞以及摧残基督教会的惨无人道的事实。林宋仁儿女士的布道会将在25号晚上结束。